Qifu Enterprise i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ATC controllers for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here in Taiwan. And today, we're with Hans Huang, General Manager at Qifu Enterprise. Hans,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Hi, thank you. Hans, could you please tell us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your company? 我们是在台湾的吉普公司。 主要的产品是综合切削加工中心机的刀库的一个研发设计、生产跟组装的部分。那主要的产品包括C型加工中心机的刀库，以及卧式加工中心机的刀库，跟龙门机床的一个刀库，跟其他的专用中心机的这个刀库。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the products you have on display? 今年台北机展我们第一次展览的产品，是我们轻铝式链架构全电机驱动滑轨式快速换刀的一个刀库。 它本身拥有了两个创新要点，那包括就是说刀库本体的一个铝机型的一个架构设计概念，再加上我们换刀机构全电机驱动的一个换刀机构，这两个创新要点，它也拥有了包含的三项五国的一个专利。那最主要的部分应该说，在整个刀库它本体的一个本身的一个重量，减轻了将近1000公斤的一个重量。 这对于本身刀库产品附锁在机床立柱上，相对来说轻量化的一个本体，它会是机床加工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会影响它的一个加工精度。那另外第二个要创新要点的部分是换刀机构它本身的一个换刀的效能时间的一个提升，从原本的一个由于换刀系统的一个换刀时间12到15秒的一个时间。 提升到7到10秒的一个换刀时间，那这个整个时间的一个提升，对于 user 使用者来说的话，它的整个加工效能跟时间的一个缩短，绝对是个相当大的一个注意。那主要对于一些大型管阀类的一个加工，航太工业的一个加工，跟一些属于专用机重型机械类的一个加工，都是非常可以协助到这方面的一个运用。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more of some of your key markets? 基普的刀库产品目前总共有400多个形式，行销全球30多个国家，200多家的工具机场，那包括德国的 DMG， 美国的 FIS 集团，巴西的 Romi， 以及捷克的 Skoda， 韩国的斗山，跟中国大陆的沈阳机床、三一经济集团等等，那包括台湾全部所有的大型工具机场，我们都有在做长期的一个配合。 如果各位有到户上的一个需要，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网站参观，并随时与基辅保持联系。基辅将会提供最完善、最专业的一个规划设计给大家。谢谢。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ime for this interview. Okay. Thank you.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Qifu Enterprise and some of the products they offer, follow the link at the end of this video.